报道，高以翔案将于6月7日和18日再度开庭。某媒体日前联络高以翔工作室，获对方确认，高以翔本人和家属都无需出庭，董轩不会到庭旁听。工作室称，这两次开庭仅为过堂，移交相关证据。某平台向高以翔、董璇工作人员核实，该消息属实。自该事件曝光以来，该案已经历过几次庭审。高以翔早前提出的保释诉求，但因案情复杂，法官还是当庭拒绝了高以翔的保释申请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